秀林嘉湾社区营造协会13号办理了2022活力秀林夏日杯排球锦标赛活动，来自嘉湾部落和三战部落的选手们齐聚一堂，为自己的球队争取最高的荣耀。秀林乡民代表陈美莲也全程的参与排球赛事，同时也为选手们来加油打气。2022活力秀林夏日杯排球锦标赛13号一天，在布拉丹多功能集会所热情办理。秀林乡民代表陈美莲一早则是前往现场，向选手们加油打气，同时和选手们合影留念，来增加青年朋友的情感。陈美莲表示，集美村三战部落20多年前培育出许多的排球选手，扬名国际。而这次嘉湾社区营造协会也办理了第7届的排球比赛，这对秀林乡推广运动风气可以说是相当积极的一件事。未来他也会持续协助部落推动各项运动赛事。来，米燕，快来！耶！祝大家今天的排球赛，大家都要加油 ，Party！ 耶少！耶！来自三战部落和嘉湾部落的青年朋友们，组队来参加一年一度的赛事，大家拿出平时练习做好的准备，来大开厮杀，来检视排球的技巧，尤其团队之间的默契可以说是赢球的最佳本钱。陈美莲表示，他也会积极的和部落青年们沟通，来了解各个单项的运动，极力推广，让部落营造成为选手们摇篮的城市。记者：中央新闻报道。